第三集呢樣嘢都真係比較被動嘅。你問我如果個故事如果係寫得好睇嘅話，當然第三集大家我哋拍得開心，觀眾會睇得開心。咁呢個隨緣啦。至於你話擺中間，我覺得係其實我自己好感恩，因為初頭拍第一集已經其實得著好多，然之後有機會拍第二集，大家都係估唔到。之後今次突然出咗嚟，而我哋又得著好多，觀眾又中意睇，其實我已經覺得好開心。係，多謝勁哥啦！即係一路演員嗰條路，其實一路行落去嘅時候，都開始慢慢忘記咗自己歌手嘅身份。但係每一年都好多謝佢哋俾咁嘅鼓勵同埋肯定我。其實話俾我聽，其實我仲可以喺呢方面繼續做多啲嘢。咁我今年會繼續努力，希望有更好嘅作品同大家分享。